少主，您休息了吗？少主，少夫人救的那位秦桑姑娘想要见您。得少夫人收留，我已在南知院打扰多时，深夜叨扰，特来此行。你家中已无亲人在，你一个姑娘家能去哪儿呢？往后的生计都有着落了吗？走一步，看一步吧。总归有去处的。何莲心，我能不能将秦桑留在南知院？自是可以。少夫人，我是外族人。哪有什么外族本族的？你既然无地方可去，在临川又待得惯。不如留下来陪在少夫人身边也是好的。秦桑，谢少主少夫人收留之恩。哎，银翘，你知道五月的第一只石榴花为何要折下来送出去吗？在临川，石榴树一年会开三次花，只有五月开的花才会结果，而六月、七月那两次只开花不结果，被称之为谎花。所以少主送您五月的石榴花，是希望与您银翘，你能不能帮我拿一些工具啊？自然可以，少夫人，你能做什么？你不能让五月的石榴花就这么过呀！走。少夫人，您这是要做什么？石榴花的色泽如此特别，做出来的胭脂也一定很好看。还能做胭脂？嗯。秦桑，你要不要一起啊？哦。胭脂不适合我，我还是练剑吧。秦桑，你的身体刚恢复，不能多动，你别练剑了。你们看，我都已经好了。石榴花做了胭脂，刚刚试了一下。是啊，还换上了好看的新衣服。阿月，要不要现在出去走走？少主，您不是要赶回来吃饭吗？少主，你不吃了。武清，作为少主的护卫，武艺再高是没有用的，你还要学会察言观色。可少主明明说要赶回来吃的呀。
只有武岳开的花，你不胜的姑娘有资格挑选自己下一个竞技对手。好，你就比，请。 什么时候买的？等你回来的时候买的，我都忘了取出来了。喝点。没有酒杯。不用杯子。 果然更香甜了，嗯。可惜我没有味觉，不知道甜是什么。甜。 甜就是。我拿去。把手给我。我看你很喜欢石榴、石榴花、石榴果、石榴酒。我在市集看到就买回来了，喜欢吗？ 知道甜是什么味道？什么味道？阿月。
行吗？快亮了，我带你去见个人吧。好，走吧。嗯，来。凤渊以茶代酒，多谢将军相救。没想到能盼来五九将军，实在是意外之喜。公主言重，忠君护国乃五九分内之事。请。请。我原先一直担心将军收不到我的求救信，直到您的回信送来，我这心里才算踏实了。公主给我写过求救信？将军难道不是收到我的信才回宫解决了凤吟的内乱吗？我知晓宫中出事，是您的夫君带着您的发簪前来西塞寻我，将此事告知，我还以为是公主托他特地前往求助。竟然是他！他怕您担心，嘱托我及时传信，告诉您进展。临走前又给了我临川入口机关的钥匙，交代我内乱一解决，即刻来见您，让您安心。君上知晓此事，又安排人护送金银物资，聊表谢意。原来如此。虽说内乱已平，不过君上顾念王孙年幼，大殿下是永昭唯一的皇子，并未狠下心来将他处决，只是收押暗牢惩处。夫君仁慈心软，暗牢那个地方不见天日，奉烟余生也只能苟活罢了。时辰不早了，我和众将士们也该离开，赶回西塞驻守了。将军远道而来，不如留下多待一日，明日出发。这么多带着兵器的永昭士兵在这儿待着，临川的族人夜里也不能安睡，我们还是早些离开的好。愿有生之年还有机会与少主您再次相见。此次匆忙招待不周，临川欢迎将军再次做客。将军，怎么？原来是你。我们回去吧。我还有事情没有处理。你先回去。好，我在家里等你。吴清，让春婆婆去神树下见我吧。是。少主，你为何要单独找我进行连理入骨事？少夫人她成婚前，我一直满心欢喜地等待她来临川，成为我的妻子。成婚后我才发现，这桩婚事让她饱受折磨，她一直都是一个人忍耐，孤身相抗。作为丈夫，保护妻子是天经地义的，我只是想帮她分担的多一些，再多一些。这件事我一个人来做就行。既然如此，那请把连理枝交予我吧。有劳婆婆了。
少主自愿行连理入骨事，也是许下了愿为少夫人以命易命之承诺。他日若少夫人有性命之危，少主可用此连理之扎入心口，以换少夫人生气。少主，容我多嘴，您毕竟是灵川少主，妻子需要您，族人也需要您。此时我正想问问你，年幼时我听阿祖说神术还有结业时可以保护族人，此时当如何使用？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使用结业时。为何？一旦开启结业时，族人便会被封印在树叶之中，随之而来的便是叶落尘土，神树枯竭。神树既已枯竭，那如何才能将族人解封？你与少夫人的连理枝可以重新嫁接神树，神树复苏，族人回归。若要开启结业时，须得从少主您的骨中抽取血髓为宜，此痛非常人能忍。您真的决定要以己之身开启结业式吗？区区体肤之痛而已。您不也说了，我的妻子和族人都需要。这三根取髓针需刺入三根不同的椎骨中，才能抽出您的血髓。如果灵川少主曾提及您受大殿下胁迫一事，臣猜测公主已找到转圜之策，望公主与少主切勿因此生出嫌隙。